第六轮前沿核酸检测已经顺利完成，和9月25日第五轮前沿核酸检测一样，全部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国家工作组和省市专家共同研判后，一致认为我市疫情防控的社区传播基本阻断，社会面传播风险已基本消除。从明天开始，对思明、普里、集美、海昌、翔安的多数公园、景区、山海健康步道等户外场所有序予以开放。如疫情无重大变化，从6日开始，上述5期符合条件的室内公共场所，包含餐饮场所，在通风良好、消毒合格、预约验码、限流到位的前提下，可有序开放。